最后一天了，马上我就要剪头发了，好久没有剪短发了，自己也蛮期待。好，剃个短发，为自己的新的角色准备。 头发剪成多短呢？这么短，这么短，这么短，还是这么短？拭目以待。好的，那我们期待明天的短发造型喽。你好，我是成毅，成功的成，毅力的毅，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识我？剪了短发了，精神小伙。Later.